菜头熟酱冒梦到，有请王永爱。诸位乡亲，我家小女虽无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却也才貌双全，琴棋书画是无一不通，今年方二八，待嫁闺中，承蒙大宋皇帝的恩准，特在此搭彩楼抛绣球招婿，还望优质的青年未婚男子请你们聚在楼前，我家小女马上出来。秋香来了。青小姐。老爷，我家小姐从小到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今天呀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英俊潇洒的公子，我家小姐害羞的都不敢出来了。哎，这是什么话，今天那皇上恩赐的大喜之日，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，快请小姐，乡亲们都等急了。是老爷。人伦之礼自古皆然，夫人应当高兴才是啊。老爷，您是一家之主，那就全凭老爷做主了。嗯，管家在，还不快请新姑爷出来见过众位乡亲。瞧把你心急的哟。不来夫人，新姑爷正在避难吧，马上出来。好。乡亲们，这位公子已是王家的女婿了，乡亲们看我这位女婿怎么样啊？来，新婿给乡亲们说几句话。大家好。女儿，看看还满意吗？臣服爹爹做主。满意就好，不过老夫还有几句话想要问问我这位贤婿。贤婿贵姓啊？免贵姓彭。彭公子，今年贵庚啊？二十有八。贤婿这个年龄和长相好像有些不大般配啊。以前在家中读过什么书，得过什么功名没有？投名状元。先许今后应当多读些书，争取功名，今后咱们便是一家人了。该所谓三从便是，老婆命令要听从，老婆外出要跟从，老婆指挥要服从。先许你能否做到啊？坚决做到。好，那老身再来告诉你何为四德。老婆花钱要舍得，老婆唠叨要听得，老婆打骂要忍得，老婆逛街要陪得。贤婿，你又能否做到呢？做得到，必须的。好，乡亲们，今日老夫得以嘉许，心里也非常高兴。晚上我要大摆宴席，到时还望诸位乡亲多多捧场啊！请大家先吃喜糖。新的新娘，请拜堂大礼。他抢劫啊！一拜天。